看懂了不啦？鸟妈妈跟他们讲外面的世界很危险。鸟妈妈在对小鸟说什么？小鸟又会做什么呢？把你看到的告诉我。在一个万里无云的下午，小鸭们在听哪里来鸭子？哪里来鸭子？哪里来鸭子？小鸡们在听哪里来小鸡？小鸡会在树上面的。等等等等，你在哪说是吧？小鸟，小鸟。小鸟们在听鸟妈妈，在听鸟妈妈给他们讲课。鸟妈妈说，要是有仔细想啊。要是有小鸡被关在了鸟笼里，你们可以去找这样一样东西，去把鸟笼子的锁给打开，然后把小鸟给放出来。听懂了吗？然后老鹰问妈妈，那哪里有这样的东西呢？你们可以自己用木头做一个。老二问妈妈，那哪里有石头呢？你们可以在小河边捡块石头。老三问，那哪里有小河呢？我淋的是井水啊。这魂在不在？魂在。魂在不在？在。在哪里？心里。魂在心里面啊。魂在哪里？魂脑子里。嗯，他对鸟老一老二老三老四说，你们要是看见了这样子一个像一个字母 Y 一样的东西，上面还加了一个小石子，你们就一定要躲到窝里，你们就一定要躲到鸟笼里，知道了吗？老爷老二老三老四疑惑的对妈妈说，那鸟笼子在哪里呢？妈妈说